隆回违十多年再度参加关田领角节，回想台湾高铁建设如何与凌波仙子领角鸟腹玉宝玉相融并存。十月十二日是阿扁国历生日，没有任何庆祝，特地回到关田故乡参加2019年领角节。阿扁致辞表示，今天是一兼两顾，摸鱼改兼洗裤，主要想向大众谢票，感恩二次总统的爱与民主的选票，其次是帮忙行销关田领角，让更多的国人可以知道而且喜欢吃，帮助我们农民增加收益。阿扁向在场乡亲透露一个秘密，很多人看他的头发乌黑，感觉很年轻，很少看到白发，脸部皮肤还又咪咪，其实都是吃关田的菱角长大的关系。阿扁使劲担任总统故乡关田菱角的代言人。阿扁随后走访总统任内辟建的胡鲁飞自然公园对面的菱角河，他做过西庄村长、关田乡长，也是宗长。看到大家在包菱角，动作熟稔，用刀简单，阿扁就是学不会。非常惭愧，只会做总统、市长，却不会剥菱角。革行如隔山，拿笔的还是输给拿锄头本机的。有凌波仙子美称的水蛭，曾是政府公布濒临绝种的保育鸟类，偏好栖息在菱角田，又叫菱角鸟。高铁的路线规划行经胡鲁飞等的关心生态环保的人士，无不担心对仅存的水蛭繁殖族群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为了环境的永续经营，水蛭富裕被纳入了高铁规划之中。政府与民间共同展开水蛭富裕期的营造工作，并在2000年正式成立。从当年的二只母鸟、三只公鸟、四个筑巢，不断地增加到300只，截至去年已有1400只的富裕成果，成为政府的在国际演讲的成功保育范例，证明开发建设与自然保育看似天秤的两端。但阿扁觉得水蛭富裕区和台湾高铁建设已经打破这种刻板思维，只要有心，建设开发和环境保育是可以相融并存的。阿扁总统任内提出，台湾不只是 Formosa 美丽之岛，也是绿色系岛。但绿色比系岛还要重要，不重视绿色、永续与大自然共存，纵使成为系岛，也是孤岛，不能成为主人，只能作为科技奴隶。十月十日是阿扁啊国历的生日，但是阿扁啊从来唔捌过生日，因为我认为，什么叫做生日，就是人还佫活咧，还佫会喘气，所以呢，每一天拢总是咱的生日。那要做生日，要过生日，啊，做未了，过未了，每一天拢总是你、我、咱大家共同的生日，嘛要祝福咱大家每一天生日快乐。所以阿扁啊，利用我国历生日的这天。特别当去我出世的西庄庄头，去啊！我的宗亲念乡，接着我去龙田，去龙田运动公园来参加着2019年关田菱角节。菱角节，菱角。就是生到一款，我相信真侪人捌食过，嘛绝对有真侪人毋捌看过。互你讲捌看过，嘛毋捌
吃过，这就是菱角。菱角生作安尼，你看这是乌色的，啊，实际上这是经过晒过，所以呢，还未晒过之前，青伊是红色的，所以人讲彩虹菱红色的菱角，啊，经过晒过变作是乌色的，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菱角啊生作安尼。嘛，亲像咱咧赛牛，同款迄个牛耳、牛胆，所以咱就会当看到菱角，想到呢，啊，这个水牛，会使讲做事真辛苦。啊，当然看到这个菱角这款形，你嘛会当想到啥？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爱笑头笑面，亲像菱角这款的微笑啊曲线，亲像咱一个人的嘴啊同款，所以每一天希望拢总会当快快乐乐，亲像过去阿边啊选台北市市长所讲的快乐，希望淡水变，希望的城市，快乐的市民，咱是希望的台湾。国家快乐的台湾国民，要跟大家共同来便利。但是在阿边啊来参加到这个啊菱角节的开幕式，阿边啊嘛特别来讲几句话。我讲阿边啊要来一减二个，蒙拿减四个。左面来写票，左面来行销写票。感谢大家在两届总统的选举，用爱、用民主的选票，让我有机会替全国的同胞来服务。当然呢，阿边啊，嘛要来替故乡啊，菱角的故乡，嘛是阿边啊总统的故乡，菱角节。来行销上界好食的这个关店的菱角，因为咱大家知影菱角种上界大片的，啊菱角种啊产量啊上界这拢总是台南的关店啊边啊的故乡，所以人讲关店。就是菱角的故乡，阿边啊，就是来自菱角故乡关店的人。啊，咱讲到这个啊关店，咱得爱特别来做一个说明。关店，官方的关啊店，就是讲田横，迄个田，迄个田，田地的田。啊，一般人讲啊，关店啊，是安怎无读到关店？因为咱来知影讲，伫古早差不多是伫荷兰人统治的时代，迄当时关店地区遮的土地，拢总是属于王店，无私人的。啊，到郑成功了后，变作是关店，所以嘛是官府的这个土地。所以咱民间，咱一般人，咱要来做事，咱就要向官府啊来租田，就是讲做田农就对。所以向官府来租田，啊，这款土地啊叫做官田。所以官田就是安尼来。所以为什么啊？伫在地人拢总是讲官田。但是外地不一定完全了解，唔知啊，这地号名正确的讲法一定讲关店，唔是关店。但是实际上正确的发音就是关店，电容的电。啊，慢慢到从这个店去掉，变作是关店。啊，但是社会啊，这个伫砖头。啊！伫阮遐
大家嘛是拢总阿个叫啊，即个关电，所以过去关电乡啊，搁早期关电镇啊，即卖叫做关电区啊，拢总是叫做啊关电。啊，当然伫遮，咱也当知影讲啊，即、这个菱角啊，来自啊，即、这个菱角的故乡啊，即、这个关电。啊，所以阿扁啊，伫即个开幕式讲话时阵，我就特别讲啊，阿扁啊，为什么啊头毛啊遮尔乌啊？为什么阿扁啊已经啊70岁啊？啊，面皮马哥。真金啊，真油！我讲我有一个秘诀啊，就是因为我是来自啊菱角故乡瓜田的人，我从细汉食菱角食到大汉，所以呢，食菱角会当让咱的头毛安尼乌闪闪，唔免个腻，也袂变作白毛。啊，当然啊，因为伊这营养分啊真高，诶，这个菱角，所以有。啊，维他命诶 ，B 啊，这个 E、F 等等呢，啊，会使讲啊，真滋养啊，所以呢，从细汉食菱角，食到大汉，所以呢，咱这个面皮呢，啊，比较着买较紧，买当较油啊，所以呢，食菱角啊，好处啊，这个姐姐啊，当然这是阿扁啊的经验啊，对唔对？后堂相信。当然，某人唔相信。不过阿扁啊，愿意甲大家共同来分享，啊来做一个参考。不过伫啊这个啊参加这个开幕式了后呢，我就去啊过去啊，阮庄头啊西庄的村长，尾啊做甲关电乡长啊关电区长，陈新文先生嘛是我的宗亲，变变阮姓陈的。啊，阮去啊，这个葫芦比啊，自然公园啊，迄、那个所在啊，伊个绰号啊，就是外号啊，就是因为伊专门咧卖菱角个，伊专门咧种菱角个、采菱角个啊，所以伊个外号叫做菱角号啊。啊，我去遐，甲伊啊来安尼开讲啊，破道啊，当然我看到济济人伫遐来咧卖菱角。阿扁啊，诶，老婆啊，伫我做市长的时阵，迄当时伊伫啊，即、这个西庄嘛，阁真无聊，所以呢，啊，找工作来做，啊嘛是来咧买菱角，啊，趁一个老人工，啊，加工就会当来买菜，啊，买鱼啊。迄当时我的老婆啊，我即、这个做市长啊，伊嘛是啊，阁有咧买菱角，但是看人咧买菱角真简单。但是阿扁啊，真正要甲因做伙来爬连江呢，我真正就爬无啊！我会啊做市长，我会啊做总统，但是呢，我真正就无多来爬连江。啊，过去咱咧食连江，绝对是安尼用胶，用咱的喙齿伫中呢啊咬断去，了后呢啊再来食这个连江，无用啥物啊，这个刀啊。啊，来咧爬菱角，啊，所以即摆有倒啊咧爬菱角，啊，真侪人袂晓食，啊，所以呢，啊，先啊咧爬好好，啊，就亲像安尼，吼、哦，啊，大家就要食菱角，吼、哦，啊，就真简单。不过呢，啊，边啊要亲像讲因即款安尼专业的，吼、哦，啊，会当爬到遐尼紧，爬到遐尼好，会使讲呢，啊，即、这个已经。袂亲像阿扁啊，啊用刀啊也袂晓夹，啊手势啊伊个控制袂好，啊所以呢爬落呢会使讲不良力啊啊足悬呢，啊人安尼凊彩爬啊速度阁紧，吼、哦、啊真正阿扁啊爬甲啊即个安尼会使讲袂负责就对，啊阁爬甲啊有够歹看，啊实在足歹势，所以表示啥隔行如隔山。哦、所以咱茫看讲啊，这些人无路用，举低头的、举本机的无路用，真侪人，咱就是压逼的啊，输就是输。咱有人的专业，咱有人比咱更加牛的所在，所以人讲
啊，一山比一山更加高，咱绝对也袂使骄傲，真正爱学习啊，这个谦卑，因为呢，咱捌一部分，也啊一部分，啊，搁有济，咱唔捌的，吼、哦，咱无才调的，咱比咱更加会晓，更加敖的时阵，咱真正得爱表示咱内心对因的这个啊佩服啊加这个感激。所以阿边啊，今仔日呢，想讲要背，到最后嘛是无才调来背啊，这个灵感，所以确确实实啦，真闹亏就对啦。会晓食灵感，阿袂晓背灵感，这就是今仔日阿边啊，真闹亏的一个所在，也唔惊大家笑，但是总是我承认，真正我袂晓背灵感。啊，当然讲到这个灵感呢，咱就会当知影讲啊，这个灵感甲一只鸟啊，啊只啊有关系，啊就是人讲的灵感鸟。啊，灵感鸟就是这个水蛭啊，水蛭啊，因为呢，伊这个啊这个啊毛呢啊，这个一种伊的羽毛啊，这个真水啊，伊的这个姿势呢。啊嘛，会使讲真轻盈，所以人讲伊就是所谓的廉颇仙子啊，这个真水的一个名啊，就是这个水柱啊，就是灵角鸟啊，灵角鸟，咱嘛知影，伊原来啊个真侪，伫咱台湾的平原地区湿地呢，啊个常常看会到这个灵角鸟，但是慢慢。一直来减少到咱政府不得不啊伊公告，这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的鸟类，所以呢，你看讲这款灵角鸟到最后得爱靠咱人过来啊伊进一步啊这个富裕来啊伊保育来做一个上佳好的教育啊，特别是咱这个灵角鸟啊上佳多。啊，就是伫咱台南啊，葫芦陂迄个所在啊，葫芦陂是1770年呢，清朝时代就开始有一个啊陂啊，啊专门来咧做啊灌溉农地之用的啊。葫芦陂啊，伫我的西庄啊砖头，会使讲正近，所以葫芦陂啊，伫较早咱做啊这个。总统了后，咱有特别啊注意到，因为咱伫这个葫芦陂要啊伊建造葫芦陂的自然公园，咱有这个吊桥，咱有这的这款的设施，啊会使讲啊伫新南营啊新台南的八大景之一啦、啊，啊到黄昏的时阵非常水的一个陂啊叫做葫芦陂，啊葫芦陂当然。啊，听到伊的名字，知讲啊，亲像这个葫芦同款。啊，其实伊原早的名叫做番仔蚕陂。啊，葫芦陂就是因为伊的形中间这个管道呢，安尼啊，伊通过了后呢，一分为二，啊，亲像一条绳啊，安尼绑条嘞，啊，所以啊形啊做成这个葫芦，所以又个叫做啊葫芦陂。啊，伫葫芦陂的这个。灵角鸟啊，本来啊个真济啊，但是慢慢真正的一直减少到差不多要无去啊。尤其呢，这个啊高铁开始规划，这个啊路线要经过葫芦陂的时阵，所以真济即个环境保护啊，即个这个啊这个野鸟啊，这个协会等等，而且专家人士，大家都来呼吁讲，未使因为咱高铁的这个建设来应用到这个灵角鸟伊的栖息地，这是咱濒临绝种保育类的鸟类，所以呢，咱免怎来做好啊这个双赢，全面咱需要啊西部走廊加做一日的生活圈，所以呢，这个全世界第六条的高铁啊，咱台湾高铁啊绝对。无兴建未使，所以嘛是伫阿扁啊2000年开始来动工啊来这个兴建来完工来通车，
但是伫个规划是国民党诶即个时代，所以当时咧规划即个路线时阵，来经过葫芦陂，应用到即、這个啊林家蕉啊来咧作秀，来咧起始，所以呢，就要求高铁公司，你爱想办法，你爱出钱，哦，你爱向政府来租地，啊，差不多15公顷啊，即、這个一上呢，啊来。做这个连家教的这个活跃富裕啊，所以伫2000年开始成立，嘛是阿扁啊开始做总统。啊，迄当时阿扁啊都有去看，迄当时呢，会使讲剩偌济，剩差不多啊两只母的、三只公的、四个兽，安尼开始，咱变作伫这个啊。这个林家蕉啊，这个水族的富裕区啊，变怎来啊？伊做好这个保育，哦，啊，加这个保育啊，所以等下2000啊，这个2003、2004年啊，变啊，过去看，经过4冬啊，真正保育啊，大成功啊，慢慢增加到安尼300只啊，到啊，这个去年呢啊，差不多有差不多1000啊，400只啊，这个左右。所以啊，国际啊，保育啊，专家较有名的曾古德嘛，过来届啊，去到现场嘛，正做伊伫全世界咧演讲啊，这款的保育工作做甲上盖好，的一个范例，就是呢啊，咱这个高铁所通过的这个啊，葫芦陂啊附近，咱啊台糖租地来做一个啊富裕区。所以变作今仔日呢，啊，这个啊，地质的生态教育啊，园区非非常的成功啊，伫世界嘛是因为曾古德啊，这个国际专家伊的宣传呢，啊嘛真有名。所以这代表啥物？代表讲今仔日咱需要建设，但是难免会去破坏环境，但是呢，建设。甲环保是毋是会当并存？这就是阿扁啊，2000年我做总统的时阵，我讲啊，台湾要建设台湾绿色四岛，绿色四岛四股一四，所以呢，绿色四岛上爱重要，就是迄个绿色坑里顶管。台湾要建设科技岛，但是呢，爱以绿色做基础的科技岛。安尼，咱才会当做科技的主人，较袂去变作科技的奴隶。这就是2000年阿扁啊一直咧提倡，咱左面爱拼经济，左面嘛爱做好啊环境的这个保护啊。所以呢，伫这个高铁啊要规划啊，说咧要来开始兴建，咱要求啊这个高铁公司，你一定爱先做好啊这个合约啊。开始啊，来做这款的努力甲拍拼，安尼打准你动工就对。所以啊，因为安尼2000年，咱动工之前，唔到有一个这个连接叫地质啊，这个水质的啊富裕区。所以这就是迄当时啊，也这个思考啊，但是今仔证明呢，真正这个啊高铁的建设加这个水柱。诶，这个富裕啊，环境的保护，实际上是会当并存的，是未讲因为冲突啊，所以就爱放弃啊一项。看讲啊，高铁无你卖经过，啊无你就是讲啊，这个，互你讲连个鸟啊，这个规个安尼消失伫咱的这个地球，吼、哦，我相信呢，这拢总唔是咱愿意啊，这个看到的。啊，其实讲到这呢，我就想着讲过去啊，变啊做。台北市市长的时阵，迄当时咧为着呢啊，这个台北市的建成国中啊，到底伊要起伫啊，这个旧的台北市政府，也就是中安西路迄、那个所在的台北市政府，因为咱旧大楼已经无用啊，咱已经搬去啊信义计划区来。这个伫新的大楼来咧上班啊，啊，所以原来古政府啊个老掉咧，啊，迄、那个所在就是校园，迄、那个学校的屋顶地，就是建成国中的屋顶地，
啊，所以为了建成高中要去，啊，到底，啊，这个家长会赞成未？啊，这个学生会赞成未？顶人士会赞成未？讲原来的这个旧政府是不是爱留落来？那是古迹，那是历史的建筑物。但是真侪人讲，为着教育，为着下一代，一定爱将这个古迹建筑物有历史性，迄种总是领导的代志，全部爱来拆掉，学校的校舍兴建，包括这个啊，这个运动场等等呢，啊，上界重要。所以伫迄个时阵，阿扁阿嘛真困扰，尾啊经过安尼说明协调，阿扁阿认为其实呢，教育甲古迹嘛会当并存，所以尾啊咱呾采取一个折中案，也就是讲面对啊中安西路台北市政府旧大楼啊第一排全部拢总留落来，啊后壁全部拢总交予建成国中来做用地。来去新的这个校舍，啊，所以呢，这卖第一排这卖留落来，变作是这个现代的美术馆，啊，后壁就是建成国中，啊，所以建成国中加现代美术馆，正作是校园的这个一部分。我感觉讲，这嘛是正好的一个融合。所以教育甲古迹其实嘛不一定会讲冲突，甲讲啊无理吼、哦、啊，即、这个迄种就是讲所谓的讲两个一定爱选一个的迄款的困扰，所以呢两个拢总会当来并存，就亲像讲阿扁啊，伫总统官邸的时阵，因为你知影讲总统官邸围墙啊，迄当时是空心砖，啊一个解放台来的时阵呢。啊，树啊倒嘞，啊，将这个空心砖拢总啊伊现形出来讲，啊，这个围墙啊，你若较有力嘞呢，用手塞啊就倒啊，啊，所以呢，总统官邸啊，到有啥物安全呢？迄是大家唔知影安尼尔尔，尾啊呢，咱的国安单位讲安尼袂使，总统官邸的这个围墙啊，一定爱过来改建，所以伫个改建的过程中间呢，咱面对有一个啊困扰。就是讲改建咱这个墙啊，要经过的所在有两张墙啊，啊拢总是真大张，结果伫墙啊内，啊你是到底为着墙啊，啊你得爱将厝，就是讲顶着墙啊就对，啊你是不是为着要起新的墙啊，啊所以爱将这墙啊老墙来啊伊固掉。阿扁啊，主张讲，咱得来做尿布，所以呢，树啊照常爱留条咧。你讲要有遐尼大丛，过了十年历史的树啊，啊要定种无遐尼简单，所以为着树啊，啊咱的这个围墙啊呢，啊来闪伊，所以围墙啊煞来爱倒立，所以伫这个重庆南路迄、那个所在，你也特别注意讲，啊咱。总统的官邸，咱为着要尿球啊，啊，所以围墙啊，啊，做无够啊，这个种呢无够直，啊是弯的就对，和凹陷啊，这个一格，所以迄就是迄当时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所做的这个思维啊，加这个决定，所以球啊啊加这个围墙啊，啊嘛是会当来并存，是毋是安尼？所以阿扁啊讲到这个。啊，这个过去的技术啊，要让咱大家来做参考啊，真欢喜啊！生日啊，即天会当来参加到啊，阿扁啊，故乡的瓜田连角节啊，希望咱大家爱食啊，这个瓜田的连角，多谢。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
自己孤单的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